杀米拉。插个眼儿。看个对面啊，这蛤子，我们去把它轰拿了。呀！别点！啊！啊！啊！我咬！哎，可以杀米拉，不是我逗你，这个蜘蛛的 Q 啊，伤害比较低，你知道吧？如果我们不用蜘蛛形态的 Q 是抢不到的。当然刚才好像血量也还可以哈，不过无所谓了，一样的，给蛤子打掉一个这个闪现还可以接受。他杀阿拉杀塔拉比了，这别往上踩了，这我推没事啊，下路依然是两个二级，一中推咬 A，在 A 起飞降落，好痛啊！扇子吗？飞点，刚才他就应该用 W， 来把那个 Q 给他挡掉就好了。他现在没有 E。我们不要着急啊，没一没加血，对面有加血，确实目前不算太好打。让沙米拉先补刀，先等他升到三，我们俩应该是互相双双升三。不太好打啊，这蓝枪可能要来啊。不是那么很好打，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升三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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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有点多啊，人有点多。哎呦我这小兵，我吐了，这小兵别着急用啊，他 W 技能多少秒 CD？ 有人能知道 W 技能多少秒 CD 没？推 A， 一 W 咬，起飞，降落，快跑，兄弟！啊，干哈呀这？这波可以啊 ，Beautiful 沙比拉，回家，二十多秒。那有点长啊，这波结束以后我们就非常的赚了啊，非常的赚了。这样啊，这波小美甲窃魂卷外加一个小书再加一个小药就可以了，有生命值有法强。俺们家这团战其实也还可以，也还挺好打的，拖着打嘛，对面也没有啥硬控。这边有跳弹没有？有跳弹，这扇子妈死了。插眼 WQAE 咬。
飘闪了。啊，不敢练，没事。一打爆鸟 Q 咬致命减盐。这玩意儿的保护能力是真强，有盾。我炸一下子，没蓝了。这显示技能消耗怎么不给我出来呢？85。推。沙米拉满血，虚空之女残血。别让我一着啊！不好上啊！蓝枪在旁边，他升了呀！AD 六了，不好搞啊！先杀 ADC， 来，我们起飞，接降落，闪现 ，A 咬，升级，漂亮！来个皮孩，带个扫描出门。我知道是什么情。刚才 ADC 把大交了吧？AD 把大交了。我们家先补刀啊，这一波。就一波蓝枪，走，先扫一下，看看哪里有眼。塔杀可以。救我一下，来！别！保不了一手，插个眼儿，一推咬可以，杀他们家辅助，咬，这波双杀还可以啊。这个车我希望你能补到它，没补着。来，小蜘蛛吃塔皮。然后我们回家，别着急。一打半溜，推咬，又给我套点盐下来。闪现 A 漂亮，一我
哎呀，小兵！哎呀，什么时候给我套的点烟呢？啊、哦，也死了，够呛。我刚才右边这个地方没有写着有点烟，你知道吧？他 debuff 没写有点烟，我信我没被点烟呢。原来我被点烟了。我信我看错了呢，点烟。我一开始信他没给我套点烟。这位置没有 debuff， 后来这个点烟 debuff 才出来的。一 W 推 A 咬起飞降落咬推。去把他们家针眼给他拆了。我们一走，哎呦，啊！天哪，这就没办法了，他有闪现呢。先来个法穿海，坠金儿了，谁的金儿？谁的金儿？谁的飞金儿？哎呦我！谢谢剑雨烟南的飞机儿，这里有眼儿啊！看看这里有没有眼儿，没有眼儿的话，把蛤蟆杀了。闪现一 W 了推。哎，这个没中，真是挺难受啊！给我杀！哎呦，这么多人，为啥这么多人呢？别打小兵。哎呀，这还有个剑魔。天哪，这对面这资源是真快，这人是真多，有点难搞啊。拉克斯回家了。沙米拉现在没有办法给人控制了，是吧？控制移除了，好像。这把得付 W 了，要不然虚区不够。
左边插个眼，这里边有眼，在这等一下啊。建模想耗可以耗，1W 的 Q 咬套点盐，60滴血。哎，这可不行啊！打不了一下，怎么蓝枪不动了呢？哎，这蓝枪为啥不动了呀？跟我来，跟我来，跳弹！哇！先插个眼儿，推 A， 一 W 不上了，可以上，扫一下。这边有眼，我们绕一圈啊，过来把拉克斯杀了。不行，杀不了了，剑魔搁旁边，那剑魔要一打五啊。哎，我伤害不够，我得赶紧回家。别上，别上啊！别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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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上。我们这个团只能拖着打这个打对面的前排，没办法冲到对面后排去。这沙米拉怎么好像换人了呢？沙米拉，哦，剑魔有点猛啊！过来守塔呀，兄弟们，家要没了。那卢仙，推一阿起飞，可以一换二，可以接受啊。买两个针眼，我们蜘蛛要想找机会就得等他们分散一点。那个剑魔呀，我们现在是野不起的，那个瞎子我们现在也是野不起的。这把我感觉我能塞，我感觉我能塞这一把，但是需要慢慢来，不能着急。他不敢踢，没事。一打不完就。推。一打不溜，快跑！这剑魔也不起，完美了！快跑！人有点太多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闪现刷辅助，来个沙漏吧，得出个沙漏。
大龙有没有？瞅一眼。可以，他这死了，别急啊！来一打不溜，推咬起飞，降落走位走位，剑魔有点猛，挖抓扣了！哎呦我的剑魔，这剑魔！确实有点太脆了，前面没人上，但也其实是他们没打出优势来啊。如果有优势的话，其实也还行。军事角肯定不行，这阵容得优势。我们这个阵容主要是看个人能力，他们如果个人能力行的话就还行，个人能力不行就不行。哎，下就杀辅助来。来斯车没补着，回家杀肉1600，杀300。守住。哎呦，痛痛痛痛痛，快跑。这波要想打赢，我们杀拉克斯，他们杀其他人，我们要一波拉克斯。这拉克斯到底在走些什么东西？走位的推 A 致命点炎 EW 推咬咬咬，哎我操，大爹，我错了爹，杀辅助咬 A 起飞，给我咬他，他没技能了，他没技能，把他杀了，叮，咬起飞降落，咬 nice。装备呢？小龙，剑魔站着让我俩打，那他就死呗，站着让我俩打，站着让我俩打，我俩还打不死啊？他没有魔抗，我打他身上还挺疼的。EW 不上了啊，这不上了，剑魔还没活，可以上。我们先偷一个啊，这波我们偷一个人来。
起飞，闪现啊！快跑，兄弟们，爸爸来了，一打五了。1998，哼，把我击杀，继续下一把。